喜欢他就说出来，别憋在心里吧。他内心是个傲娇的小公主，期待你先说话，靠近他，再要靠近他，不停地靠近我。第一个扣打一个结，布冷时可以这样戴，冷了可以把它拿上来护住耳朵，把这个拉到后面系起来，下面的也拉到后面。这是一个大纱巾，我们在中间这样打一个结，撑一下，撑开之后，然后再找到两个夹，把这两个夹呢打结系在一起。系好之后呢是这样子的，我这样带过来就是一个大披肩，披肩呢是可以前后吊个的，也旁边放在旁边的效果也非常好看哦。后边